至少两个人吃的，至少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放进去了，然后我们就放那个素鸡粉哈，素鸡粉。素鸡粉呢，我们放一匙哈，放一匙。汤要放盐啊，不放盐不行了啊，汤还是要放盐哈，盐还是要放的。盐先放少少，试味道，不够再加哈。试味道不够再加，放少少，不够再加。这汤里面有胡萝卜丝。等它滚之后呢，菠菜才下，对不对？菠菜下大概是两分钟、三分钟，半个下就起锅了，就可以了。香菇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呢，用大火去煮汤。素鸡粉再放一次哈，关键在素鸡粉上。素鸡粉它是黄豆做的哈，对我们人体也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哈。金刚锅，金刚锅，时间到了，它会叫 timer， 是 timer。有看到没有？看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放菠菜。那主要是看我的程序，看我的程序。刚才放的就是胡萝卜啊、紫菜跟香菇上放，让它滚，滚了之后放菠菜，煮个两三分之后呢 ，OK 了，就放蛋，就起锅了，就起锅了。起锅最后放什么？放这个，哎嘿嘿，就 OK 了，就圆满了哈，就圆满了哈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味道自己适量，自己感受一下那个味道。素鸡粉有加没加差别很大，味道差别很大。好，那蛋我们就下去了哈，蛋就下去了。大家感受一下那汤，那个视觉效果怎样啊？你把它放进去。撒上一些芹菜末，来，这个汤放那边展示一下哈，展示那个效果，主要是视觉的效果哈。来，我们放这边，这个汤看起来是不是有食欲？对不对？它是有食欲的，看起来是色香味俱美的，它
是有食欲的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汤煮起来啊，第一个它有概念，补血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做很快，而且重点是有特色，有特色，吃了软锅了啊，非常好啊。它叫做补血蛋全汤。那拍完照哈，我们等一下我后台去煮大锅给大家吃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可以收了，这边可以收了。来，我们这边可以收了哈，可以收了。那我们先让摄影师看一下，我们再我们把它请工作人员。